你日本手术哦，唔拿摕掉一粒标志，连你的胰脏哦，嘛有受伤。所以医生的吩咐，你一定爱听，莫摕家己的性命跟生存。刘小姑娘，看我摕摕掉一粒标志，啊，我胰脏莫去受到伤害。慢点，我真正笑，竟然安尼对我。人哦，无得讲将后悔来当作药啊吃啦。你即马要后悔也袂赴啊啦，你要家己哦爱认命啦。莫过你即世人哦，嘛够笨啊啦。咱两个哦，着手牵手，做伙来去地较好啊。是这讲啥？再讲一款啊老气话。我老姐，你欢喜哦，健康讲食的，拢无一句好话。隔壁啊，你是爱客户讲什么好话啦？忠言逆耳，伊拄则讲的话拢是事实。我是讲，你即摆颠倒希望是外星面顶啊！你个身躯边照顾你，讲一挂甜言蜜语予你听。不管你要创啥，伊就替你创啥。飞机咯，只要你欢喜，伊就会当摕到好处啦。啊，你到底是会死还是会活？伊这无要无紧的。你看啊，你要站起啊！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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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赶快切一切。谢谢，我吃下药啊，煮个几天来啦。要吃家己吃啊，我倒无要插你，我不是叫慢性病来给你吃啊。你侬无人要搞到啥感觉？我给你吃，我给你吃，哈。哎呦，看这个表会也无，真好，快点，快点叫医生，来看我要紧啦无，啊，是医生，医生，啊，掉了，啊，是啦，紧起啦，紧起啦，掉啦，哦，关东才，你是冒险啊？你哭哟？陈忠信，你在这要创啥啦？阿诺。看总裁偌济，啊！你欠的社都唔免还，所以来看戏也免。莫讲啊啦，阮总裁真闲命，所以哦，你该还的嘛是赶快来还啦。我一句纠缠的死话拢无讲，全部拢你提起讲的，应该是你较希望伊死才对。江总裁，我无叫你放心啦，欠你恩两百亿啊，等我投资未来存啊，真紧就赚到钱啊，就还你啊。官司还未解决呢，我要面对啊，这么大的赔偿，我哦，唔通讲得很轻松啦。我主要就是要来甲江总裁啊，当面报告。今仔日我甲安普罗医疗器材的这官司啊，算是我拍赢啊，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因为香水啊超过我讲我条，所有山寨版拢是伊布出来。所以，不管是侵权，还是违法使用医疗设备，这罪名全部拢走到尤香水的身躯顶啊！哈，安那有感觉意外无？我又搁顺利过关啊呢！我哟，难怪这么晚啦！你讲有证据就有证据啊！我看你也是赶紧回去哦，处理你官司的大事啦，唔通再加加管我因那事啦！我差点别去哦。江中年，你甲江道生共款拢会晓法术嘛？啊，凡说哦，你家己画一下符灵啊，你着我都生两粒药剂出来啊。到时阵你唔拿两粒药剂齐全，凡说辛苦啊，做者药剂通好用的对无？哈哈哈，你也是赶紧哦，去解决你官司的代志啦。这物件吼，赶回去，我无要收，忝，我想要个。不要紧，你无想要接受我的好意，啊，不过我也是爱表现我的心意。
人伫咧讲哦，无食过猪肉，至少有看过猪行路啊。我看你做法啦，看啊，较遮尔啊久啊，我至少会晓一寡啦。来，我即马就免费替你做解。台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地主江中人腰子减一粒，速速定生，一边生八粒，全心全腰子。去！大老师，你敢去查查不到的？有影无？我是这解说，虽有效啦，伊即马骂人啊，中气十足啊。等下医生啊，带伊去照电工，我甲你保证。所有人全部跪落来甲拜，因为一只改名叫做江巴利啊。好啊，耀坤，明仔载听说见证医学奇迹啊。所以你要拍算用转心术啦？嗯。哥，你即马身体遐尼啊虚着啦，就算讲替白莹莹改掉病符都无法度啊。啊！你是要安怎开大做法的？我只要把条件都准备了好势，我就放一放，拼一道啊！安尼我就有机会当阁活落去啊！吉伯啊，啊！你爸上要转型的对象是超强对不？即马转型的勇气已经有啊，刷落来都是很美会。是超越，无怪啊！你会叫客户先离开啦，你是怕算进行这个代志要阮满意？哎，这样也是搞不理想的办法啦。你客户一直甲我警告，卖去动着超越啦。我嘛无想要去伤害超越，讲哪讲，我有感情啊。不过我实在是无其他的选择。就看来当黑心伊啊！超越这个代志会当阮瞒啦，啊！不过超强今嘛够红怪龙啊啦呢，你是要安怎转身去野心固定？这哦，我已经叫王金去处理啦。要甲超强弄出来哦，这唔是什么大问题啊。上大的问题是超强今嘛，知影我已经受重伤啊，甲弄出来一定是准备。要把它当作是专心的勇气，那呢，到时阵面对面的时阵哦，一定加避免。所以我即马一定要想尽办法咯，另外搁找一个幽闭者呢。啊，所以幽闭的对象你已经找到啊？陈东俊。陈东俊，你是陈东俊的后生呢？天哪，转身去野生区顶，你莫叫陈忠信一只爸爸，啊！这口气你敢忍袂对？哎呀，讲实在啦，伫活命甲尊严之间，我是选择妥协。其实咯，我选择陈忠信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是因为伊本来就是咱环宇集团的副总，到时阵我接手伊个业务的时阵。会更加顺手。第二哦，就是伊本来就是陈忠信后生啦，我更加愿利用伊爸仔关系拍一支，予陈忠信倒。嘿，但伊母亲对陈忠信来讲是更加伤。我愈想愈无妥当，陈忠信这个人哦，真敢若鬼共款呢，而且哦，真够猜疑呢。因老汉陈东俊身上有啥物奇怪的所在，绝对会先想到你呀。啊，搁有啦，伊搁有一个妈妈叫做朱丽萍的。虽然讲因即摆已经拆破面啊，啊，毋过人咧讲啦，有我假人心咧。因若是要替家己的后生报仇，敢袂想办法来对付你？啊，那无，我是可以当找将来做专线人去。啊，过去安尼啦，替你后生成为幺儿啦。
嘿，伊个形象啦，啊，佮伊个地位哦，拢比陈东俊佫较悬。嘿，我若找伊，唔就稳达达啦。袂用个啦，唔管你要转型做相关，都有当甲你斗相共。就算讲哦，哎，我找一个阿爷，我买当铺来予你啦。啊，不过小雨袂用个，绝对袂用个。你真叫你，我就要创啥？我嘛无想要叫你一声妈。来来来来，我甲你讲啦，我是爱你甲我斗相共啦，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啦。但我转型计划若成功，我甲你保证啦，你后半世人的家亲拢免烦恼啦。安尼，你敢愿意？既然客户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付给我，就表示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绝对不让客户失望。我的计划就超越过一摆反背阿姨，这次我若是这样做，莫讲是阿姨，就连顾拢会对我很失望。啊，不过我若是无插手，咱中心就麻烦了，真正会予官司颠掉的。那呢，超越一定买对了痛苦，到时阵港英团身体基地，敢会帮我耍？Excuse me, I am Mr. Gao from Black Flag Group. Are you here to pick me up? Rosa Moor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Emperor County. Nice to meet you. I am... Are you okay? Let me get some help. Miss Moore? My colleague is not feeling well. I apologize for that.You are Kim. And you are? We are Mr. Chen's assistants. Because we found that someone is coming to stop you from testifying. So we are here to ensure that you can testify smoothly. You mean? Yeah, I think they are almost here. So if you believe us, please leave here with us.你留在外口讲咧，我来动手。去张刚是领导，谁让我袂当来？林子倩，你三番两次求我好看呢，顶介绍我哪袂跟你算哦？你又搁来啊 ？Go， 罗三木，人在倒。讲，讲自己等等啦。哟，这啥？代餐休息节窃听器啊？哪有窃听器？我把包包拿出来。我来早起在饭店的大厅弄到我的人就是你，你竟然把我偷听，你哪会这么卑鄙啊？我听无你讲啥。你叫我是讲我是陈东俊，爱无代无志去卡着你哦，我才无遐尔衰，你鬼遮眼啊！你，这窃听器霸名系列大家看，毕竟伊后生头壳无清楚，新妇阁亲像一只花蝴蝶人口。